毕竟在接受试炼的时候，我也就见到了那四位，不，那五位阴劫而已。呀，你对这件事这么在意吗？那只是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真的只有一点点的小小误会了。关于帽子的误会，对吧？你看，误会一解除，我不是就马上出现在你面前了吗？我也在努力弥补自己的小失误呀。我知道你是和牙医一样，也和我一样，温柔、善良、美丽、可爱的女孩子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原谅我嘛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真是个口是心非的孩子，这种时候可要好好遵从内心呢，放松，再仔细听听自己的心声吧。嗯，谢谢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那也让我为你送上一些真诚的祝福，来传达我的心意吧。你一定不会拒绝的，对不对？